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:23左右。东东是4:30放学可以去接，那我们谁来等？对，我们提早来等。我们答应东东说要第一个就在门口等他。之前我们放学的时候都是东东等我，现在我来等他。对，这个应该还是妈妈在门口偷偷看里面，对不对？也是新生的妈妈。那个应该是他们的教室啊，我们教室有放东西啊，对不对？窗帘拉起来的。嗯，舒服多了，别椅子了。哎，这第一串呢？哇，那是东东，东东是第一个吗？对，那是真的是第一个。好可爱哟、喔！好可爱哟、喔！去门口，去门口，不要来找我们。去门口。哇，东东是第一个耶！去门口，去门口。哇，东东有贴纸哦！东东，你去门口。去穿鞋子。去穿鞋子。啊，等等。去穿鞋子。去穿鞋子。啊。我看到了，去穿鞋子。他想给我们看贴纸。好可爱哟、喔！小小的好可爱哦、喔，啊，那边很挤，可能要等一下，那边有很多人。哇，真的很多人。对对对，要等一下。等等等，他直接坐地板。他直接坐地板，对。他知道自己的鞋柜吗？好可爱哦、喔！天哪。他知道吧？等等，等等，哇，谢谢。啊、今天还好吗？还行。哎、欸，跟爸爸说，我们出来讲好不好？好。那个妈妈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妈妈。对。好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因为这次，他今天也是一整天都很棒。因为老师刷牙的时候，小朋友放的那个小心脏到他牙上，所以让他把因为卫生问题，让他把牙刷带回家就可以更换。哦。对。然后他的。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，就是他衣服都没拉起来，然后又不小心沾到他的手，然后他还很棒，还自己拿去洗。真的，东东。可是后来想，真的手帕太湿了，所以没有把它收起来。好。把它也放在里面，也有稍微洗过。然后他的裤子也是有不小心沾到尿，所以但是在午睡的时候，就是有老师发现，拜拜。还有裤子有把它稍微清洗，然后有放在书包里面。他是睡着的时候尿的吗？没有，就是他中午前去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尿到，所以没有发现。嗯没有跟他说，就是可以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要主动跟老师说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跟老师说。他有便便吗？真的没有，真的。那今天吃饭的是自己吃完的吗？还是？特意老师有在旁边有看他一下，监督他。他很棒，他也是有吃很多。真的？你有啃排骨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啃排骨。有。你还不知道排骨是什么？你不知道排骨是什么？真的。有吃肉肉吗？有玉米。有玉米哦，哇。今天有吃玉米，还有那个南瓜片呢。哦，那他有认识到新朋友吗？跟朋友一起，有跟小朋友相处，跟同桌的一起玩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老师辛苦了。我们回家吧。那我们回家了。好，谢谢你跟老师拜拜，跟子晴老师拜拜，拜拜。还要来哦，明天还要来，然后就放假了。还要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老师拜拜，拜拜。把它抱起来好不好？你有贴纸哦。要把它抱吗？你为什么有贴纸？那天老师送给我，老师还说可以带回去。东东，你好棒哦。他写什么？爸爸好想你哦，东东。我也好想你哦，你可以抱吗？可以抱吗？你很棒哎，你是大宝宝了耶。你今天在学校过得还好吗？好。你很努力，做好这很多事，对不对？而且爸爸里面一直有一个礼物。有什么礼物？就是刚，因为昨天就送给我。哦。你今天自己很努力完成很多事，是不是？大便。对。你又玩了什么？你今天自己在学校很努力，很努力，你一个人完成很多事哦。一个人玩一个万度汽火车，跟一个那个大车。
你有一个人去上厕所吗？有。你有自己吃饭吗？有啊。但是老师直接陪我上厕所。老师陪你，那你有自己成功的铺好你的睡觉的枕头被子吗？是妈妈帮我铺。妈妈，妈妈。妈妈但是爸爸看到你很努力，觉得你很棒。也是，老师。哥哥，你有什么问题换你问。真的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很多船。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但是就是直接铺很多船。哦。我在睡最那个窗户最角落。你睡窗户最角落哦。午餐好吃吗？有，就稀饭跟玉米，所以你真的很棒哎，东东，爸爸觉得你很棒哎。你没有爸爸，没有哥哥，没有妈妈啊，有妈妈，但是妈妈不能帮忙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做了好多事情，你很棒，你很努力，对不对？很棒。来，包包可以收下来。啊、哥哥帮你放包包。那原车一直挤我。谁一直挤你？原车。原车是你的朋友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原车一直挤我。真的，你不喜欢他挤你？然后他一直抢我的玩具。哦，那你有跟老师说吗？我就直接抢回来。好。我们回家了，我要抱你上车，开始录了。对，我抱他上车，给我放下。想回来，你真想回来，你这么厉害哦！啊，你好棒哦，居然可以这样自己一个人做这么多事。然后颜色就一直跟我抢玩具。他跟你一直抢玩具。爸爸觉得你很棒哎，你自己一个人做了好多事，对不对？那我再问你个问题，你有朋友吗？有啊，有人车。就是原车抢你玩具的人，对啊。啊，你喜欢跟他玩吗？喜欢。虽然抢，但还是喜欢，对不对？是好朋友吗？嗯。那明天还要来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你现在还没有包布布，鞋子掉了。什么掉了？鞋子。有个帮你穿。穿好我们就走了。啊。但是你已经可以不包布布了。因为老师刚不是有说吗？有尿湿，好，我先手机先收起来。哎，我没插钥匙啊。对啊，你没插。钥匙来了。嗯。棒棒咚。今天就叫你棒棒咚。东东，你是大宝宝，你不是小宝宝。你升级了，东东。升级了。对，哥哥说你升级了，你变大宝宝了。那你今天有想爸爸跟哥哥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有多想？有一亿个想。爸爸有一亿个加一个想。哥哥有一兆个喜欢你。爸爸两亿个想你。哥哥十兆个想你。你睡午觉的时候有睡着吗？他有9亿。不太可能睡着。你睡午觉你有睡着吗？有睡着。爸爸觉得你真的很棒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好努力？然后老师不会跳我哥哥吗？跳啊。你有跳吗？没有啊，我就在那边不动。在那边不动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老师在那边不动，还直接给我一个贴纸。不动还有一个贴纸的。嗯。那拿了贴纸之后，你有动吗？还是不动吗？还是不动。爸爸觉得你很棒哎，今天很努力，对不对？没有爸爸跟哥哥帮忙。19，可以超过19。好，你今天是不是很努力？没有爸爸跟哥哥帮忙，自己一个人完成很多事，有吗？你有勇敢的去叫老师吗？看了我说。哦，对。那你有鼓起勇气去叫老师吗？有啊。你都叫哪个老师？我都叫一个老师。都指定一个老师啊。嗯。那你喜欢上学吗？喜欢。你喜欢上学吗？喜欢。喜欢哦。长大了，孩子。那广播电电父亲请回家。对啊，你有听到吗？是不是一放学就看到爸爸了跟哥哥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广播真的厉害。广播很厉害，你听到，你有听到我们在叫你的名字哦。有啊。哎呦。他说你好棒。
爸爸跟哥哥都觉得你很棒哦。你今天是不是好努力，好努力？一整天都没有包布布。回家就可以包了。回家就可以包了。那学校反正就有一个布布啊。你有睡午觉吗？小动物睡午觉吗？我没有，我是直接爬，我直接当趴趴熊。趴趴，你当趴趴熊哦，你就趴着这样子哦。就这样趴在手上。没有睡着。他说没有便便吗？没有。他说没有便便。然后老师说那个小姐姐真的想大便吗？有人大便了、哦。对啊。有人大便在裤子上吗？今天？不是。是滴在马桶上面，滴在马桶上面吗？哦，那今天有人大便在裤子上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就有人尿裤子上面。他没有尿到，他沾到一点点而已啦，对不对？棒。我们在这里等好了，我们等下从这边过，下一个路。我内裤卡进屁股缝。搅拌车。对，搅拌车被你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。是我先看的。他之前老师还帮我贴这个贴纸。老师还帮我贴贴纸。对啊，你说因为你没有跳舞，帮你贴贴纸，对不对？你问的问题很好，怎么？因为大家喜不喜欢上学，对不对？上学好玩吗？他每天都要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不用了，他在上一天学，马上就放两天假。妈妈，你明天上完学之后，你就可以放两天假了，开心吗？老师还说你很棒哎，人家要沾到手帕，你自己还去洗手帕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要洗？那我要你别人借洗一下。真的、哦？那老师就说你手帕怎么湿湿的？我的孩子又长大了。站到对，不是忍不住直接尿在裤子，他是要拉裤子的时候怎么站到？那老师说还要排队，还要排队哦。对。啊？有人包布布吗？没有啊，但是还，然后老师说他先做完他再打火车。哦，所以你们全班都没有人包布布了。对啊。告诉我好不好？跟志清老师，跟志清老师。哦，好厉害，你有记住哦，谢谢你告诉我。下次会记住吗？说什么？下次会记住吗？我下次会记住了，谢谢你。然后我之前叫那个隔壁那个老师叫小姐姐。哦，对啊。隔壁老师看起来好像小姐姐，对不对？好小，那还很大。然后老师就说：“我们睡觉分开睡哦。我们睡觉在老在那个那个在那个老师那个睡觉分开睡哦。”对啊，不是我说。老师那边要翻开水，那个擦杆是什么？哪里？那个擦杆吗？不知道哎。来看你。哥哥好想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大。爸爸也好想你哦。爸爸，你有几个想爸爸？
九亿个，那爸爸十亿个想你。那你有几个想哥哥？两千亿个。你懂那么多？我有3000亿个想你。很多吧？真的很多。真的很多。爸爸，那个100333那个是什么？那是电话号码。那是广告的电话号码。对啊，他先给右转的，先给转弯的过。快了，走，哎呦！转弯跟直线的都可以过。啊，那个是双重的。对啊，双重的。都举手一下，对不对？公车跟我们很刚好距离很近。我想说，每个人看到我们都跟我们挥手。他是跟公车。太多了。他就跟我们一起，他不会走进卖场里。没有，我们没有要去卖场，我们没有要买东西。因为公车不会走进卖场里。对，公车不会走进来。这边而且还有栅栏，刚刚挡住的，对不对？公车那边还有限高哎，公车过去的时候在这边卡住了。然后那个噔噔噔，刚才停没多久，噔噔就打开了。对啊。拜拜，我下去很好玩。我妈还在上课。谁还在上课？我说我妈。你妈？你怎么会讲？怎么会讲我妈？对啊。你都不是讲妈妈吗？怎么会讲妈妈？怎么会讲我妈？不是啊，那个不是啊。妈妈在上课的时候要讲佩佩老师。对，那你会有点不习惯吗？会啊。你今天有叫妈妈吗？嗯，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没有啊。一点点妈妈。你都是找老师的，今天。对。尿尿吗？没有。到家了。第一天上学成功。成功。然后这个老师说要还给他。哦，手帕吗？忘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明天再拿也可以。回兜了。我回兜了，这是老师先借你的，对不对？回兜尿湿，沾到尿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好。联络簿放桌上来，东东。水壶。水壶，你怎么水没有喝完？还是第二壶了。喝一下吧。然后他们说要喝到这里。好。那东东要让他自己练习放桌上，他以后才知道。爸爸跟会看，爸爸跟哥哥会看。好。那你的礼物也要放在桌上。好，对，学校带回来的东西先放桌上。对，好棒哦！等一下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礼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水壶跟餐袋，就两个。好。等等，水壶跟餐袋放在厨房，可以吗？餐袋。对，餐袋要打开，到厨房打开。第三个碗就是吃香蕉。对，第三个碗吃完就差不多要准备回家了。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好，然后餐袋要打开哦。对，那广播他会说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还没，餐袋要打开，碗要放在。琉璃台里，你要让他自己操作。开不了啊！你先来放这边，东东，你先放这边看。我来打开。你要练习，然后自己要把碗放在琉璃台里。来，然后把碗放进琉璃台。一个一个拿。是吃香蕉了。哦。还有香蕉。来，喝香蕉跟吃饭。黄色呢？喝香蕉跟吃饭。哇，你一次拿两个，我爸爸想说你一次拿一个就好了。还有玉米汤。
来，继续整理，我等一下来洗碗。来，继续整理。来，那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尿湿沾到尿的衣服，对不对？给爸爸就好。好，那给爸爸。这个牙刷呢？牙刷他说也掉到地上弄脏，也帮他放琉璃台，我等一下帮他洗一洗。刚刚放在那个地方。那个那边呢？我就直接刷到别人，然后他用水，然后他还骂我。哦，不是掉到地上，是刷到别人的，我刚刚没有听清楚。来，牙刷放这里的。是有人搞错拿到他的牙。有人拿到你的牙刷，对不对？那你放琉璃台，我帮你洗一洗。离开之后再来找我。好。很像最后的工作。要放书包。来，书包拿。书包我都已经帮你们整理好了。你们两个升级了，你知道吗？哥哥以前的位置，对，哥哥以前的位置变成你的位置。那哥哥升高一格。因为那个太小。那你放在哥哥下面那一格。先放着。我原本在这。对，你们两个一人一个位置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位置。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联络簿吧。洗碗最后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老师写什么。来坐上去，坐上去，我很想看。我很想看。是运气是吧？啊，一起看，一起看，一起看。还是你念给我听好了。好。好，我们一起看。看一下。他写太多。然后老师跟老师在一边说话。哦，这是开始通知的。爸爸，那老师跟老师在那边说很多话，其实没写什么。哦，好，爸爸看，那你看他的礼物是什么？来，等等，我们来打开礼物吧。那这里，你想要先拆最大的还是最小的？最小的。最小的吗？那么是一支铅笔。你看，还有。然后还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好像是叠叠乐之类的吗？哦，是叠叠乐，然后要把它剥掉，不然让那个书。桌游。这个叫贴纸书吗？这个是你喜欢的，万丢岁耶！应该后面有附贴纸吗？然后还有动物。哇！你喜欢吗？还有英文版的。Six, one, seven。哎，你有没有喜欢？好开心哦！那这种铅笔。先收我这边，我那边有很多这种铅笔。来，你现在研究一下这本书。哎，没有没有，那个铅笔就是给他练习的。来，那个铅笔就给他练习，他可能跟你一样，以后来等会上学的时候要写，会要写东西。这样子。哦，这是三角笔，是不是三角形？我看一下。三角笔。对，三角笔是给一开始练笔的熊宝宝用。你小时候也是用这种。我教你啊。可以写在这上面啊。你看，这两只手等等，你会这样子吗？你会比枪吗？会啊。来比比看。来，这样子，然后笔这样子夹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夹住，夹住，很痛，你这边来先这样打开，然后夹住握着。我想画十。好，那你来试试看。彤彤，他现在还太小，可能还没办法。好吧，那你这样子先不要勉强他，对，顺，其自然。他可能小肌肉。这是小肌肉，对，小肌肉还没有发展的，还没有发展好。啊，我开始看这个。你们现在就要玩吗？那你要玩这个吗？好啊。这里有一个小胶带，很容易就可以撕掉。你终于上学了耶！不知道该开心还该难过。有点感伤，伤感。感伤跟伤感差在哪？来，可以先把。爸爸。爸爸，这真是迷你。里面还有一张纸，不知道。贴在这边，一个青蛙，这算是你的纪念小玩具。对啊，你们一起玩一下好不好？我贴的可能不是很好。那个哥哥就很熟悉，那个哥哥就很熟悉。哦，这不是贴纸啊，你两个小铲子，好可爱哦！你搞我一个。来，先把它堆起来。而且每个礼拜一是玩具分享日，哎，可以带玩具去学校。嗯，跟以前你那时候一样哈。哇哇！干嘛拍我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拍你？不要拍。嗯，不拍，你好厉害哦。不要拍。嗯，不拍，你眼睛闭好。